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开箱一个物品啦。那是什么呢？待会就知道啦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正片呢就正式开始喽 ，Let's go。好啦，我们先转移到初音这边。那我们要开的是什么新东西在旁边的？好啦，啊，我们就先开始我们的开箱吧。哎，三二一，是露露的周的商品啊，这是鹰野露的商品。那待会我来开打开。那我先叫我的。相机，来，打开喽！我是我的美工刀，哎，里面怎么还有一个、啊？嗯，真不愧是露露，要把打扮的非常精致。那这个我就不那个啦，别撕开啦。哎，怎么又一个包装？啊，这个不是那个吗 ？FF39的海报。还有这个是。哎，真的，我的波写错了，露露，我的波写错了，我的脖子在被阿伯阿伯啊，露露啊，我的脖子木白脖，感谢你购买，感谢您的购买，收到商品后记得先检查商品有无破损、缺货的状况。还请记得要立刻通知露露哦。哎，到露露啊，商品是没什么问题啦，就只是我的脖子写错了，我的脖子写错啦，没关系，将错就错。耶，是露露，他有说这个贴纸呢，那贴纸好像是。水壶上面的呢？水壶上面那个牛奶瓶上面这个，不对，这牛奶瓶花了我1000块，为了露露，花了这1000块是值得的、啊。那我们拆开吧。那我买的是手杖，耶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这边还有使用说明书。这个日文，日文还在写，看不到。好了，那我们重要的东西来了，这是我们的手杖。这个是这一面的，好，打开一下里面的样子，哇哦，手上就是格子耶，格子，又是格子，哎，格子，又是格子，嗯，棒，至少。三本可以拿来写东西的，就太久没写东西了，不知道自己还记不记得，不记得没关系，还有手机啊。好啦，那这次的开箱呢，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小铃铛，那不妨也订阅一下露露的 YouTube 频道，那也可以记得订阅，也可以加入露露的 YouTube 会员。那我目前呢。
超多露露的商品，我快被露露淹没啦。好啦，影片呢结束咯，我们下次的影片或是直播见咯，大家拜拜。我收到露露的声音是很开心啦，但是我的脖我不是阿杯啊，我不是阿杯啊，我的脖是木白脖啊，你让自己讲这句错，露露嘛不计较了，呵呵。